欢迎光临，这是爱情摩天轮哦。有看好的，好来。有看好的谢谢光临，这是爱情摩天轮哦，记得要投我一票哦。车厢的话会闷热哦。好。这边的话，请坐二号车厢哦。烤鸡时间开始。老板，我要七分熟。那只大只的可能六分就可以了，它油脂比较多。两只小只的只要烤快一点，可能烤十分钟就可以了。那最大的嘞？最大的我负责吃就好了，我这无吧，不杀了不知道。我是等一下负责帮你们烤好料理的，我是厨师。为什么厨师会在烤箱？我练那个火云神掌。呼，你看有没有起火了？没有。有，爸爸回去后置会让它上面有了火。有没有看到火了？没有。妹妹有没有看到火了？没有。我会把你的煤剪掉变成油，有没有看到火了？有。好，有哈，那剪这一段就好了。吹起来，没有了。小姐，请问你们是第一次来做爱情摩天轮吗？你们是跟着韩市长来的吗？林小湖。韩市长是谁？韩那个啊，跟着秃头员来的吗？是不是？你只要晓得端午节，只要做出真的秃头来花莲海洋公园就打九折哦，知不知道？真的。真的？你问妈妈。如果是秃头的呢，还有另外优惠哦。真的。妹妹喜欢坐摩天轮吗？会觉得很闷的吗？会哦，没有之前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之前有一次来下来，爸爸全身都汗了，大概两年前吧。你们这次来海洋公园觉得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妹妹好玩吗？好玩哦。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？啊？我像等一下会比缆车高。等一下会比缆车高，对哦。哦，这好像是矿坑历险的，等一下没有人要做的。你想做吗，林小湖？你的年纪才够哦，妹妹年纪还太小了。你要做吗，林小湖？好哦。一加一等于三。要点头点三下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那来个简单的好不好？点头一下就好了。来，99+99。以一挡百，对不对？点一下撑100个，我们是在快到最高了。听说在最高的地方许愿会实现哦。真的？对。真的？嗯。真的？对。真的？真的啊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？我发誓。我不确定。想好愿望了没有？我目前在第二了，快升上第高了。在最高点的时候讲出你的心愿哦。可以在心里想着。讲出来才会实现哦。我刚才一直讲。嗯。快要准备好了没有？我还没想好。机会有限哦，名额只有这次哦。我还没想好。可以说。来，五、四。三，你看这个柱子就是最高的那一个顶点了哦。好，讲。这我千万的耶！千万的。啊，你能有1000订阅，爸爸就很偷笑了。好，来，范妹妹。我没有想到。你的最大愿望就是那个，对不对？快长大。你要当个小美女、小公主，对不对？已经六分钟了，六分钟我们不是已经烤好了？对啦，可以剖肚子的啦。来，小厨师剖肚子。不要。你
你是下一只来，快点剖，你不剖我就先剖你。这时候只能大义灭亲，恐龙让梨了。我剖你。我是厨师。前面怎么突然自己剖起来了？前面干得好。剖啊。果然跟爸爸最好的小妹妹，我是十分钟。对，你是十分钟，姐姐八分钟。妹妹，你脸又跟红苹果一样了，好可爱啊！每次来，妹妹都会跟红苹果一样哦。你看额头刘海，来擦一下吧。换姐姐烤熟了，来，妈妈，请，我要熊掌，做鸡脚。做鸡脚，先用叉子，对，好，够三节，谢谢。啊，加点黑胡椒，长出来了。你是蜥蜴啊？对。没关系。昨天有没有听到壁虎在叫？没有，壁虎一直叫。对不对？咕咕。昨天还在理想。嗯。昨天还在理想。对呀、啊。你想要现在去做什么？我现在要去看海狮表演。好。哎呀，大哥，都是你啦！把闹钟按掉，害我们上课睡过头，知道？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